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我们现在回来，几天呢？上来看一下这个房子，现在是已经装到这个楼梯的扶手了。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，这个安装的师傅们已经从三楼开始装下来了。看一下他，看一下我们这个材质跟，哎呀，好心情跟大家分享。老装完了。磨砂打磨，这是那个加工底料啊。楼梯扶手的材料，看一下。好嘞，走。哎呦！看一下我用这些材料啊，什么东西还有？哎呦，哇靠！哎呦，腊肉鹅，腊肉鹅，煮啊！我操，哎呦！哎呦，煮啊！走，上去看一下楼梯，我们看一下装楼梯的师傅们。人家都是圆的啊，我们是方的，这么装的话，对。漂亮吗？漂亮不漂亮？丢了火胎。别让他焊了，焊了要叫师傅。这个叫技术活，你让我们来那得了？怎么的？画东西也可以。画东西不是焊东西。画都不止，我跟你说。看错了。中午就能亮。这楼梯不宽，我都可以这样走的，上来。你可以像蛤蟆一样走，蛤蟆。我横着走。横着走的。其实我开始以为那个楼梯是人家那个做好一整块，好，然后就直接安下去了。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一根一根的焊，就是买材料回来一根一根焊，一根一根焊。我以为它，就一根长的这样子焊下去。你说我这种人连这个都不懂，我不懂。我以为我又懂了，我以为你懂。是吧？就是盖了一栋房子下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，你没见过的东西，你都会了。这以后出去跟人家说的时候不丢脸。不然人家一问你那个楼梯怎么做，你说哎呀，按一个一放下去一捅下去就好了。对不对？像这种店里，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这样搞的。啊，对，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以为拉个线槽子捅着下去的。对呀，原来它是隐藏了里面。好，我们这个楼梯呢，现在师傅们正在赶工作，到以后呢，大家也会看到。做楼梯呢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楼梯是这样做，现场这样做拿材料去的。好，我们的农村自建房跟大家分享，楼梯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